呼吸哦。到石门劳工娱乐中心，准备出发了。先去加个油，加满油再上啦。中心大家好，我是 Hutch 阿正，我现在在石门山的劳工娱乐中心。我们今天要来走石门山以及周围的清水坑山、太平山，总共三个山，然后会先上观音像去欣赏一下风景。上面那个就是石门山，等一下我们要攻的山。准备出发 ，Let's go！ 石门山它是一个一等三角点，也是小百岳之一。我们第一站先去观音像，看一下风景哦。步道进来没多久，就看到一只恐龙的雕像，哇，很显眼哦。通往观音像的步道是一个水泥步道，很硬。但是很好走。来看一下这个指标，刚刚是从劳工娱乐中心过来，我们现在要来一个270度回转前进观音像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告示牌，老身要健，老伴要亲，老本要保，老家要顾，老去要养，老天要谢。继续往前不到100公尺就到观音像了。来到观音像观景台休息区，这里是观音像休息区，海拔高度是313公尺高，目前时间刚好是9点。这是石阶步道的尽头，接着就是要连接山径的土路，岔路右转上来啊，大概不用100公尺就会有一个400公尺的小山轮。来到了400公尺的小山轮，这是一个假山头。这里是观音像上来没多久的一个高点，400公尺小山轮，海拔高度是412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9点35分。小山轮的周围都是树林，没有展望，然后有一点点的天空。离开小山轮，我们继续往前迈进，前方就是石门山了。继续缓步上坡中，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后面，这里就是夫妻石，两颗巨石就像夫妻一样伫立在这边。
海拔高度是507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9:58。离开夫妻石，继续往石门山前进，剩下不到100公尺的距离，来到石门山。可以看一下知识，台湾省政府100公尺内，10公尺内，这里是石门山，就在我的后方，它是一个一等三角点，也就是周围没有比它还高的山，海拔高度呢是551公尺高，目前的时间是10:11。周围的展望家有一块空地，可以看出去街道以及天空，但是树木都长起来了，后面就没有景观了。开石门山，继续往前，我们又看到了一颗基石，来看一下，这是补点的，因为它有误差，误差值它就要再加一个补点。这是一个资产局的三角补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后方。它就在石门山一等三角点的旁边，海拔高度一样是551公尺高，目前时间10:32。离开石产局的三角补点以及石门山山的一等三角点，我们要继续往下一座山清水坑山前进了。石门山是这里的相对高点，周围十公里内没有比它还高的山，所以我们现在沿路要直直的下去，直直的下去了，往下切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南端的入口了，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先走马路，我来去衔接登山口，刚刚走过头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走展业大路，来去寻找清水坑山的登山口。既然来到马路了，我们就直接来去圣义宫小休息一下。今天是飞假日，整个车道都没有什么车，就我们两个在走，舒服极了。两边的树上蝉声盈盈，好像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来到圣义宫，这里是圣义宫，它的海拔高度是440公尺高，主要的供奉的主神是关圣帝君。我们来到这里是11:01，它是桃园的一间小庙，假日有提供餐食以及饮料，还有爱心。圣义宫，继续要往
清水坑山前进。清水坑山海拔高度是510公尺高，这里是440，所以我们要上升70公尺，就在那座山上。看一下指标，就是往土地公的方向，景村步道上去，来到福德池，这是一个土地公庙。福德池的后方有一棵茄冬树，哇，树龄应该蛮大的，有百年吗？这里是福德池，海拔高度是467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11:15。在100公尺有一个岔路，我们要往右，就可以到清水坑山。上来不到80公尺处有一个岔路，好，这条岔路要往右，这是一个步道，还有石阶，所以很好走。上来这个十字高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标。我们从土地公庙上来，现在接着继续走景村步道，然后接好汉坡。这里是一个岔路，继续往左上去，就可以到达清水坑山。同时要回去观音像跟劳工中心也是这个方向。来到高点了，清水坑山离这里不远了，不到100公尺。来到清水坑山，有两个基石，主基石应该是在这里。看一下，这里是清水坑山，海拔高度是515公尺高，它是一个普通的基石，无名。然后目前时间是11:30。这个基石呢是土六啊三号，它也是一个石门山的东北峰，就在这边。看一下周围呢，展望呢，千林可以望出去，有天空，但是后面呢是一整片的树林。离开清水坑山，我们走原路回去，80公尺处一个岔路，往左，准备前往太平山。来到一个岔路的平台，这是一个可以通往很多点的一个十字路口。这里有介绍什么叫做三角点，三角点就是绘制地形图的三角测量陆地。依边长的不同，分为一等、二等、三等跟四等。一等三角点平均边长为40公里，另约20至25公里之间有一等三角补点。二等三角点平均边长为8公里，三等三角点平均边长为4公里，四等三角点平均边长为2公里。这其中四等三角点又称为图根点。图根点有三字图根点，也就是土地调查局为测量标高所设置的测量基点，亦称为森林三角点。最早是日据时期所立，现由内政部地政所立的。这里道路四通八达，我们现在要走好汉坡这个方向来去太平山。 Go， 现在我们要走好汉坡上去，前面那座山就是太平山了，就在等着我们。我们已经上来了三轮的高点了，接下来前往太平山，高度跟这个高点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是平缓的往前进。经过一个平台，这里有一个界石，
刚刚经过那个界标，其实就是太平山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了太平山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太平山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在这边，其实它是一个普通的界标，海拔高度是535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12:30。周围只有前庭一点点的空间可以看出去天空，其他地方呢都是长满了树。树冠呢也是密布。离开太平山，我们今天的石门山山都已经拿到了，现在我们要下山了，前往劳工娱乐中心，走一个 O 型的路线，会经过一个老房子。来看一下这个基地台的线路，全部都拉到这个铁皮屋里面。哇，这里面的辐射一定会很强。现在我们要走步道下去了。这是一个多路段的岔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了。这里下去就可以到石门山的登山口，另外也可以到达劳工娱乐中心。现在我们要走好汉坡下去，哇，这里是好汉坡，我们要陡下，哇，真的很陡。这个就是好汉坡，其实它是很陡的。现在我们从好汉坡下来了，接到比较好走的大众路线了。往右边就是劳工娱乐中心，往左边呢就是到我们市集了。走在平坦的大众路线上了，好走。来到了分岔路，往左呢就可以到娱乐中心，往右呢就可以到卖场了。我们先去卖场豆花部休息一下，这里就是豆花部豆花，我们在这边吃一下豆花补充体力，老板很热情哦。不是我的农场，都是老板的农场，都是人家投资的。然后你干嘛？离开豆花部，我们要回去劳工娱乐中心了。登上完毕，我们准备下山了。看一下这个指标，前方是龙泉路，劳工娱乐中心要往这个方向走。现在我们经过了这片茶园，我们早上开车有路过这里，娱乐中心快到了，茶园在这里。转过来就是我们早上车子经过的车道，前方就是娱乐中心。回到了劳工娱乐中心，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回到了劳工娱乐中心，走了一个 O 型的路线。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走石门山山、石门山、清水坑山以及太平山两景、圣义宫以及观音像，任务圆满成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现在那座山，我们刚刚有经过的山，是我的神
完登了，我们准备要到福华饭店啊，去那边入住。这里是太平山公园，我们刚有上去太平山。